大家好，我是青青，有我身边的是 Joshua，Joshua 跟大家打声招呼一下，有点累啊，那个 video 上，有点累啊，我应该有点累，不，你有点累，可以吗？听到吗？可以啊，现在比较好一点了，OK，不好意思，这从哪里开始了？我一下子忘记了。不用紧，不用紧，就算能不能跟大家讲哦？我们是怎样认识？我们认识多久了？OK，Rest 跟精英呢，是我一个应该有5年了，应该是有5年，如果没有记错是5年。是我一个顾客，我本身是人像摄影的工作，就是帮一些人拍照啦、结婚照啦，就是形象照啦，就是所谓我们每次讲的portrait photographer 这样子。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你来到我们的 studio 的时候，就讲了，就也是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就我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就认识你们，然后就开始去拍照，然后我第一次去拍照的时候，我还印象中很深刻的就，在那个阿罗盖，然后我们一起吃午餐，然后吃午餐，然后有你们有聊一下你们的故事啊，从哪里毕业回来啦，从事哪个行业这样子啦，就是从那边开始认识你们这样子。然后就拍完，我们讲所谓拍完的那个 pre-wedding 以后，然后就到你的结婚，然后我就帮你们拍你们的出嫁当天的 wedding day，然后就可以看到，因为当我们拍 wedding day 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顾客，就整天就在顾客的家，就是在我们讲新娘的家或者是新郎的家这样子。那一刻的时候就我们就接触比较多，然后你们也很 nice 啊，就很好谈，然后就在 Facebook 也交了朋友，然后过后就我相信就比较少联络，就是在2年前我大概有注意到，就是你们就录了这个 Be International，然后我就很好奇的，就是诶，为什么你们的就是你们的本身的一路以来的工作的 professional 会进入到这个我所有们每次讲的 LMM，然后我就也没有大概。也没有很针对的，在一起看，就是每次 Facebook 我们在看的时候，都会有看到一些你的一些工作的东西啊，飞机这边、飞机那边那个 rack 这样子，然后就记得有一天，我 call 你的时候，就是当然是我的健康的问题，因为不只是看到你的一些，没有，我有叫你帮我拍照，我们 award night 吗？Award night 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我本身去拍，就是我的每次你 call 我的，就是应该有3个 award night，拍过你的3个 award night，就3个我都没有拍过，就是刚好的那段时间我已经是有其他的 job，然后我都会叫我的摄影师啦去帮你们拍这样子，然后也没有真正的去见面，就是通过 WhatsApp 啊就结成了这个工这样子，然后就每次就是不是每次就我们在 scroll 那个 Facebook 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BE 的，不只是你的，其他人的，咦，每个人都在见证这个 product，然后是不是这样厉害，是不是这样好用？当然我也那时候也没有身体的健康的问题，然后也不会去很留意这种东西。到在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本身在的健康，就是我的那个背后有点酸痛，就每一天早上。就越来越严重，当然我有去看医生，我去看普拉比，照了 X 光，然后有去做了几次的那个普拉比这样子，他无可否认，他那个普拉比也是不错一下，就是我做了几次都有好转，然后后期的时候他又再倒回来，再倒回来是，哎，倒不如我试一下这个 Aurora Pen，然后我就 call 了你，就买了这个。这个裤子下来，当然这个裤子我才用了2天，就穿了2天。在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哎，这个婆的好像是，有帮助，当然是还是没有完全的帮助到完，因为只是2天。然后就看到他在做工那个婆的样子，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是不是心理作用这样子，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很期待的，就是可能我穿多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很期待的那个result，或者是当然 result 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当然这个是我的健康，
所以我希望在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一个月后可以看到更好的那个效果，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你有讲过一句话嘞，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讲这家伙啊，叫我拍照又没有叫我进会员。对对对，就是我从2017年到现在都3年，接近2年多到3年，然后每次我们就看到这个 B，就是看到这个做 MLM 的人做直销的人都会诶，因为你还有在给我生意做，就是你拿 award night 的时候都会找我去找我们的公司去拍照，为什么他没有 call 我讲叫我去join 这个 BE 啊，join 这个 MLM，我就很奇怪，诶，可能我就觉得可能诶，你的那个 network 很大了，然后或者是network 很大，然后人群很多了，都不需要了。到后来我发现到了一样东西，就是我会自然而然的 call 你，然后要买这个 product，然后想在这个BE 看有没有机会发展。然后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会这样子做，是因为我通过你的 Facebook 看到你的一些见证，不只是一个月，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2020年，然后大概是2年多到3年这样子，从那边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很方便，就是那些 social media、Facebook、Instagram 就可以看到对方在做些什么东西，然后那些东西是骗不到的，就是2年，如果一个人就是在做一些那些 post 啊，是不是真实的啊？我相信。很难维持到这样久的时间，就是所谓的2年到3年这样子。这个是我本身看到的东西，这样子。哦，快有3年哦。有3年，2017年就2017年，我就因为你们的 Facebook 都很 active 的，就是每个就是都会看到了，就是你会访问人家，然后当访问人家之后，我们第一次看，第二次看，第三次看，我们就看到那个。真正的里面的故事就是，诶，这个 product 真的是可以帮到人家。当然也不只是你的，只是一个你的那个 Facebook。当然在5月的时候，就是我们 MCO，就今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就是MCO，每个人都在 MCO。那5月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公司，然后开门做生意，然后我就开始接到一些 profile pic 这些 profile picture。也是来自 BE International 的，那也不是通过你介绍的，然后他们也来到，就是我要拍 profile picture，然后就我通常会问顾客，你们是要拿来做什么东西的，是什么 background，是什么公司背景？因为当然我们拍 profile picture 的是很多行业，有保险的啦，就很多行业的很多领域的行业，所以拍出的手法都会不一样。当然顾客都会介绍哦，我从事 BE 的，然后我们有拿到奖，然后我们需要一张照片，然后去做那个。magazine 啊，或者是那个 award 那样的，那我就从那边我就开始拍，然后我们也成为了朋友，也不是讲朋友啦，就是因为现在当然顾客过后，我们都会在互相在 Facebook add 来 add 去这样子，当然 add 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他的一些分享，诶，就5月我拍完以后，我如果是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在九月的时候到10月，他就 post 一张照片，就是他在那个 BE 进展就是到哪一个程度，所以我都看到哎蛮快那个时间样子，所以就从这边就看到很多的那些正面的那些见证样子。很好诶，就算你还没有跟我们的观众讲哦，你本身是从事摄影多少年了？哦，我本身从事摄影呢是20年，我1999年入这一行，然后可以讲是入这行是因为兴趣，就是一路也喜欢拍照，然后在这个摄影学院毕业，就是我是读摄影的，然后摄影读完摄影以后毕业，我就入这一行，就走到今天。当然，我们的工作通常都是会在拍照，就是定着一个动作，定着一个动作，就是可能久了以后，可能就是产生到我们的背会有一些的问题这样子，对对对，当然在这边，就算只是穿了2天，真的也是很希望可以帮到你，尤其是接到你的打个电话过来，就是问我关于这个裤子的时候啊，我也是很担心哎，你讲蹲下就是那个剪草啊。
突然对，间。剪草就是我，对，剪草就是我。讲到剪草的时候就，就因为我本身现在就在自己家会有做一些公园啊，就是我们会打扫一下，就是我的公园这样子。就是每天早，不是每天早上，就是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就是在拔草的时候蹲着，通常我是用着蹲着拔，是根本是不能蹲的，就是很痛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腰会，我的腰那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就开始哎。诶倒不如这样子，我就去买一件裤子来穿，看可不可以帮到我。当然无可否认，裤子的价格都蛮相当高一下，对我来本对我本身来，哎，800多块都那个裤子，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想到哎，健康，如果是这个 number 这个价格可以帮到我。我觉得都是值得啦，所以我就试了2天，当然2天是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到一点点的成绩在那边，就我很期待的，就是可以看到更大的奇迹在那边这样子了，这个是我期待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好消息从你口中告诉我们。然后，OK，那这样对。子我们当然在线上有观众啦来支持我们，然后也线上的有的也是可能像你这样子也在看着，也在犹豫，也不知道要不要尝试的，或者是你有什么话想要告诉他们吗？怎么样？你是怎样去踏出那第一步哦？去真的是下定决心要投资这一个 Alora Pants 给自己的，你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是抱着自己的健康咯，就抱着自己健康，因为只要那件裤子就穿上去，然后我就不需要做什么东西了。如果是一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或者是半年，可以调整好我的那个腰，我觉得是值得。然后再讲回那件裤子的时候，我个人因为通常因为我都派了一些顾客 BE 的顾客，他们都穿着来。然后在穿那裤子秀给我看，哎，这个就是 BE 裤子，这个 Aurora Pant。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我就问他，好穿吗？每个人都跟我讲，很好穿啊，很舒服啊。然后我就，哎，既然好穿，那我穿了，然后对我的健康有帮助，I don't mind，我去买一件来穿。到后来我自己穿的时候，我个人穿的时候，我不觉得它是很舒服。可能我本身一路以来没有穿这样子的裤子，它是很紧身的裤子。就是我们穿上去都很难穿。那穿完上去的时候，它是就是包着很紧，在我们的身体，我就比较不喜欢。当然，这个不喜欢穿，因为没办法，因为就我本不习身的那惯。个健康有问题不习惯。就是我们会想到，哎，健康有问题，如果是可以真正的帮助我，就是没办法，一定要穿下去这样子。这个是我对我自己讲的话。是，所以我觉得啊，真的，当有就可以用钱来买健康的时候，就应该要好好珍惜啦。我个人觉得啦，因为有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太严重了，过后年前也没有办法买到，那就太迟了。所以每次我们讲哦，you never try, never know，你要自己尝试了才知道。这样子。So，谢谢Joshua，我们 Joshua 今天的这么棒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在线上的朋友支持我们今天这个 live。如果你觉得这个 live 有帮到你的话，请你多多的 share，然后 comment，然后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这边Joshua 来，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健康。康，然后 stay safe，stay home，谢谢大家，bye。拜拜。